这款是干包的紫苏跟那个辣椒芝麻段，姐妹们啊，别想我话多啊，这个辣椒芝麻段里全部都是白芝麻啊，这个都是新辣椒制作的，口感已经改进了，真的不是鲜，不是特别鲜了啊，超级好吃的啊，更香更脆，现在排二，还送一瓶的这个啊。超级香，这个紫苏也是特别香的啊，鼻子有点不通气了。你看，这个是没有油的啊。这个不腻人，真的是越嚼越香的啊，不骗你们。小袋里排二发三，姐妹们啊，拍两件送一瓶这个干物肉啊，辣椒酥款的，超级合适的啊。炒南瓜跟这个紫苏走啊，香的嘞。
个。这个是油炒的，姐妹们啊，油炒的比干包的还要香啊。